然这角色后期真的强啊，走到后期不好输啊，这角色走到后期真的不好输，后期很强。我觉得这版本好像虽然说碰撞很紧密，但是好像很多后期，我可以玩个骇牙或者是索文这种后期真的很强的角色。阿亮对于电竞贩毒有看法吗？看法哦，我只能说后一直是我一直很喜欢的偶像啊，他的影片我都会看，我是他的粉丝，但是不知道欸，他贩毒感觉很难去联想的那种感觉，你知道吗？奉劝各位一句啦，不要为了金钱迷失自我，很多人都是为了金钱迷失了自我，那也没办法。像我就是跟大家不一样啊，我为了金钱迷失，大多数人都是为了金钱迷失自我，我为了自我迷失了金钱。可是他根本不缺那钱，你懂啥？钱哪有在嫌多的？哎，我就是典型为了自我迷失金钱的人。哎，真受不了我自己，真受不了我自己。哎呀，跟海牛还是朋友吗？不知道哎，我跟他没什么好定义的吧。见到面应该会打个招呼吧，但也就打个招呼而已，没有更多了。快吃啊，吃这个！是强者的特权，弱者得到的帮助越多，就越接近死亡。啊！有人死了！我已经上来帮他打了哦，不关我的事吧？哦，太痛了，太痛了，点不过，太痛了。都是老兄弟了，何必纠结过去的事？就没有什么好纠结的、啊，确实。换个方式问，你会跟你出轨的女朋友继续是朋友吗？不会嘛，就是会见到面会打个招呼而已啊，就这样啊，会打招呼吧？不会吗？我的话应该是会啦，对不对？但是就没有更多，就仅限于哎，别再冲了啦，你要去哪啦？你回来一点好不好？啊，这个走位我操，无情。闪人，高歌离席，谢谢。进攻明灵飞龙，理念不合没必要说，没错啊，就是理念不合，啊、喜欢别人那、啊、没那我也没办法、啊，对不对？没有什么好强求的 啊真的喜欢别人那就只能让他去喜欢啊。啊、就真的喜欢别人，不然你 还能怎么样？对，这观众说的很好嘛，人各有志嘛、啊，不喜欢你就是不喜欢你呀、啊。来开拆，这里可以拆，左怪就给他死。OK， 但如果要做一般的朋友，我是真的 OK 的，就见到面起码打个招呼嘛，对不对？然后。见到面打个招呼，然后大概就这样，对，没有然后，大概就这样。我断尾重生，我默然等死，我们的未来。来，给他们死。OK 啊，假死假死，关闪关，没有，啥都没有。这发芽就很轻松的角色啊，慢慢浓就好，浓起来就很好打。奶绿应该是有意愿吧，我也不太确定，因为那是他们还想打职业的事情啊，那我也不太清楚。来，这里可以扁。
拍图的人有资格打指引吗？不知道哎、欸，我也不太了解，我也不太了解他，应该说根本不认识他。这边我再继续刷一下就很肥了，哇，那蝴蝶怎么那么肥啊？直播有收入吗？这样直播有收入吗？哦，应该暂时还饿不死吧？啊，如果真的要饿死了，那我只好投靠爸妈了，不然怎么办？OK 呀、啊，直播。如果我饿死了，那就大家都看不到我直播了，我就没了，我人没了。这个本阵好像有机会。迂回一下，看一下。怜悯是强者的特权。好、啊，出来送了。谁先憋不住谁就输。鱿鱼游戏我有看诶、欸，好看呢、啊，还不错。但我觉得有点那个结尾有点让我不太喜欢。可以狙了吧？这个是强者的特权。大招还在冷却中。哦，好痛哦！天哪！没有第三种选择。敌方三路全破，我方中路超级出动，暗影。啊，射死一个，可以。GG， 对啊，射手还是好赢一些啊，射手真的好赢，容易许多。什么原因让我不打职业哦？讲好多次哦，我其实有点懒得再讲。好啦，我们下一次做一期影片啊，好不好？我方精英雄，下一次做一期影片。